试试看今天的低脂餐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金针菇豆皮卷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豆皮打个结，把金针菇塞进去。一辈子真的太短了，遇到喜欢的人就认真给他做饭吧。有了这个配方就不用点外卖了，毕竟自己做的更放心嘛。调料的配比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我把之前烫好的金针菇放进去，最后加入水淀粉，勾个芡，鲜香嫩滑，一口一个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